陈朝万先生，来先掌声欢迎一下。来，等一下来介绍我们台中的大酒店董事长，黄董等等，待会儿要请，先动一下啊。因为最近有时候在三个月前我就喜欢买个人间福报，我曾经讲过，每一家便利商店只卖一份，因为那个很少人买。现在我儿子小孩干脆，跟台北的那个总行直接订了，他说可以一年，然后再送三个月，人间福报很好看。那这个也是里面的，也蛮好笑的。他说公园里面的草坪插了一个牌子，上面又写什么呢？禁止踩草坪，违规的人要罚1块钱。那公园里的一位常客发现以后，他说跟以前相比，牌子上写的罚款怎么变得那么少了？于是就问公园的服务人员说：“哎，你这个踩草坪罚款怎么降低了呢？以前不是要罚5块钱吗？”结果这个服务人员说：“如果写5块钱，没人会踩。”果然给你打了，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题目叫信以为真。一对夫妇，他带着女儿去买钢琴，他为了要省钱就游说孩子买二手的，大家在比气的当然要小嘛，那么别人用过的钢琴就好了。他跟小孩子一部新的10几万呢，雅马哈。正在伤脑筋的时候呢，妈妈突然灵机一动，对女儿说：“我们买一只手的钢琴，只能用一只手在弹，买二手的会有2只手弹呢。”他女儿赶快说：“我妈妈有道理哦，那我就买二手的好了，2只手可以弹。”那最近的话题大家都知道，闹着油嘛花生有没有花生？就不用讲了。辣椒有没有辣椒？就不要再讲了那些老板都比我们没办法来爬系统，一波一修剪啊。那近来网络上就说，油品食安的风暴引起政府的重视，所以规定以后任何的油品一定要清楚标示内容。辣椒油没有辣椒，花生有没有花生？但是我们理事长的好朋友洪秀柏，打龙头鬼后福寿吧，不愧是这个。现在连未前的顶薪，马爸又在接嗨呀，他是嗨呀，别嗨呀。那现在一定要重罚。那我有一个好，他说他有一个好朋友一听就昏倒了。他说：“你气啊，你哪会昏倒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啦，因为我是卖婴儿油。那婴儿油怎么标的内容？花生没花生，辣椒没辣椒。”你那有没有这样的？那你呢？其实是，我是卖婴儿油的，那标什么内容？就婴儿的啊，黑人认哭了。人间欢喜，过去有一个富翁，他拥有1妻3妾，他到了年老，那历史就是够了。我这人强迫症，经营跟，对吧？阿弟也讲这个周老师你们讲的好啊。我这老板国际大家都有听，有吗？啥寸骨的你们等眼了。他想着四位夫人里面要挑一个来给他陪葬，也懂得锅炸来接了，可能清朝以前才会有这种啊。那么他想一想，最小的第四个夫人年轻貌美，是他平常最宠爱的，但可是这个最小的这个夫人一听到陪葬马上花容失色。他说：“他说相公，我还很年轻呢，夫没办法，再去找三夫人倒数了第三个了，来第三看门。三夫人表示说：‘他说相公，我还要打理我们那么多的钱产业呢，我比现在对应去陪葬。’那不得不他就问老二，就二夫人了。二夫人就跟他说：‘相公啊。’”我还要带这些那么多小孩，你娶了我们四个，生了一大堆小孩，他们也要活下去呢，我也不能跟你走呢，不能陪葬但可以送富翁的，但是他说我可以送你一程呢，就走一段路了，当然我还要回头回来再照顾这些子孙富翁呢，
哦，大富大贵，但是人总有走那一天嘛，他非常的无奈，好、哦，只能找平常他对他不太照顾的黄脸婆。黄脸婆他是老大，人都会老嘛，啊、哦，那就问他说，哎，大老婆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陪葬吗？大老婆竟然毫不犹豫地说，我愿意。他就很感动说，还是这个黄脸婆有这个好，我这里 keep 一个对吧，不是这个只是网络笑话。好，掌声欢迎我们天人合一无私无我的大师，我们陈光南理事长啊，陈光南书记，陈理事长，掌声欢迎。朱老师，伊实在无简单，伊同介欢喜，欢喜啥？甲咱咧斗阵，啊，搁较欢喜，欢喜啥？每一礼拜，咱来开头，伊拜一来来，拜一来的目的是要甲咱集团做公关，啊，拜二搁来，伊同介轻松，就是来开头。啊，咱这个梦中的董事长，啊，像八亿的开口，啊，每摆拄到伊啊，啊，拢甲讲真侪好话，啊，佫会解男的亲心呢，啊，若无啊亲咯，啊，干脆无分去，啊，若无分，若分去就无法度通避开。啊，各位爱好好健康的好朋友，日干拢赶快。非常的感恩，啊，搁很遐欢喜，有法度通予咱家庭生活倒来会着，啊，搁有法度通予咱遐尔较健康，逐礼拜来开头一个爬山。今仔日提到头面顶感觉搁足爽，爽的原因在倒，安尼无足重，啊，哪敢那伫咧停困觉无咧？啊，搁咱这姐啊，换迄领袈裟吼，啊，那敢仙女下凡，啊，甲甲甲看一个较精致的，迄就是印度的仙女直直飘来，迄实在，在咱感觉讲非常的幸福。啊，每礼拜站几台，几台几那里，啊，大家从遮食饱了后。啊，来这里开讲，啊，我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？咱逐礼拜就遮个心灵讲座，啊，阮清水一间叫做定安宫，长一个主秘书啊，甲副主秘书员，啊，佫伊一个公关的太太，啊，去到太子殿，佮要邀请，讲因规句讲规日啦。因定南宫三十七年纪念，爱讲看到咱自家的心灵讲座网站看到，因讲因定南宫要来做啥物，要来做教化工课，要亲像讲咱自家的心灵讲座，因遐一日办了偌久，啊，要来办一个迄个教化人心的，像咱安尼自家安尼，伊讲安怎呢？啊！拄啊，张国洲、田瑞善、王教授、甲张博士两个啊，伫遮讲，因啊从落第一场讲要叫我先去讲，啊第二场要请迄个王教授去讲，哦，所以呢，安尼伫咧试探，咱小小啊伫遮咧试探，啊有法度通互做国经庙哪有啊伫咧做。多花康去，社会开治安会较好。所以呢，啊，咱即马因，咱这黄主任另外因一间迄个叫做朱会堂，十一月初六要安坐，啊，安坐了后，人因嘛要成立即个教化康去，我若要工作，啊，可能我若会帮我刷会快。所以呢，这个人。教化康去是比这个念经也搁较好。
我借这个机会，甲各位报告一个实在不可思议的什么物件，即予人一个经验，然后拄着换经验。所以，边仔有一个阮天地教的教徒，两个翁仔某，伊就看到电视的报道，讲国民党这个人干枯铁腕，伫遐要开会。民进党发动真侪人，就要去遐抗争，要去点啊抗争，就是全省所有的民进党的，就要反国民党的这怨气，就去集去伫咱体育馆迄个所在。啊，阮前下一个天地教徒两个阿妈我，我去遐去看看，啊去看看咧，讲伫遐呢。看不过来太是电影我走不去，我感觉他去那里，他来跟我问说，哎，你那体育馆以前是不是忙啊不对，我说不是啦，啊不会去哪里那么苦，这样整身躯都弹腿腿，脚骨在走都走不去，啊我才想，哎呦，啊到边啊，高山人来讲，若怨气到多位，那个所在就不好，咱厝内面家庭若怨气真重家来嘛，较袂平安。我啊，你哪敢哪敢哪怨气去伫遐？啊，就有一寡无用的已经去砸伫遐，啊，结果伊就真来说话。我讲，老在做哩，叫伊名，伊阮迄天地教徒伊个大名，叫做郑桥。我郑桥身躯哪有啥物啥物啥物，全甲清清出来。请南天总兵，闹倒伊来求超人。尤其是伫迄个体育馆遐，伫遐就伫遐，所有的请南天总兵总亲全部甲带去归位，全部带走。我即久都食大声，我干那讲安尼尔尔，迄个太太甲讲安怎？你是叫我废话啦？我阿弟是安怎废话？规身躯起去啦，啊，脚嘛起去啦，也会起来啦。伊讲我怎讲？哎呦，阿妹，伊咪拢在那脚骨干那咪？我讲想伊阿妹呀，你脚骨了疼，你再看，大这脚骨吼，拢恶心。我讲爱不够贵脚票，所以各位，万幸大事，何人是经验？咱厝内边家庭绝对唔通吵吵闹闹，啊，甲有这个怨气。怨气呐，煞的话，会引起一寡无清气的入来咱家。所以这个办公的代志，怎么办？等下有法度伫厝内面食是顿饭，大家笑啊起夹叫，袂破病。啊，若大家笑声不断的话，五个囡仔就直直听入来。你若笑啊会开始的话，铁门拖咧，都叫起来是直直搬入来。啥物原因？迄个五个囡仔同爱笑。所以呢，咱有通健康家庭生活会拄好，有时间来开头为着健康以来，咱就创立一个真正心底操作出来大蕊莲花，啊，大家头壳尾搁一堆正笑的，这个莲花的话，咱身体才有法度才健康。你看像今仔日，咱就咧行到新埔去平顶遐，拄着。一个串奋斗仙，还有做啥物仙啊？负离子啊！负离子啊！直直看入来，吼，门健康拢开开直直进，叫我把地把地，啊，再都，我食一顿大餐，啥物大餐？咱咧红灯诶，食酥皮，泡上高高丽花饮落，啊，互我再金光强强棍，精气神，精气神，冲冲！所以我即摆要请咱这个吴校长。因有备而来，就讲好的消息，要予咱听，听。